OK，咱们现在来看这场对局，来自于成龙对战小孩儿。1P 是小孩，2P 是成龙啊。我把名位置啊改一下，小孩在 1P 啊，2P 成龙。今天晚上小孩规则是小孩必须要选择伊丽莎白，加一个问号，加一个主力啊。小孩用主力是选择特瑞啊。我靠，龙哥，今天晚上如果比赛规则规定成龙如果说被剃头了，对吧？不是说成龙啊，如果说小孩儿或者成龙被剃头了，当然我这个话说的好像有点废话啊。小孩能被成龙剃头吗？你们觉得？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啊留言。龙哥现在首发已经没了，中间是选择 Q。哎，看，龙颜大怒啊！龙哥现在说我还是有这个实力的。好，成龙现在被小的伊丽莎白带他进板边，升龙之后带升龙，取消，跳低站 C 直接之后带升龙，两段升龙，我靠，龙哥就被这么循环玩死了，感觉就是像打电脑一样，打到之后龙哥第一时间在反击，但是小孩第一时间起跳啊，刚好打对方一个收招。被打成了无限连啊，生生让小孩打出一套无限连的一个感觉。两个下轻脚站轻腿之后直接带他开草叉确认十七连，龙哥的，我靠，龙哥说妈的好气，什么情况？